谁这么粗暴？门都不敲，没有礼貌。对铁狗不需要礼貌。是你在我喊警卫之警卫？你是说被我砸扁的那几块废铁？我以军团副参谋长的身，军团不给文职兵配备武器。你看，军团想利用火种的力量对荣民做什么改造？呼叫老雷，你火炬城将有大事发。要我做什么？我得先回一趟蜀邦那边，我有分寸。Thank you.
老雷，你来了。这部片子里，一身繁华。你的什么眼神啊？熊叔的涂装。宵禁搜剿，如果让他们得到火种，西塞罗下一步的目标是牛队所在的岩溪。岩溪偏安一隅，跟着火种就能见。想要阻止，我去一趟岩溪提醒牛队。大战之后，你放心去吧。如果能在岩溪找到，去岩溪围。
呼叫老熊。随叫随到。我准备出发去延西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年，他经常提起你和那个西。这个嗯。弄死我吧，这是蜀邦的地盘，一只手就能抢。一拳就能打飞的铁狗还敢嚣张。多谢兔英雄相救，缆车站一直是咱们蜀邦在经营的，最近却被废弃隧道，该死的军团把缆车都拆了，还妍希为了防守在隧道里布满了机关，兔英雄到了之后记得提醒妍希。你一个蜀邦的，能在妍希的都是和铁狗是不会，你的提醒我会带到。
硬。